第三阵联合做招的这段时间，各宫庙的发挥科技，拢吸引不少人来参加。其中使用天宫的展明模科技，伫咧网络上是引起民众热烈的讨论。所以庙方决定再一次邀请道长来到户外进行展明模上界精彩的一段科技，希望讲会当互地方的民众了解科技进行的内容，以及要传达的教育意义。扮作天书的道长来修金明模，震撼的画面，让参加民众看到目睭都唔甘捏一下，就烦恼错过精彩又过难得的展明模考验。天书甲明模有时走来走去，有时舞剑扯镰刀，制作出天书展明模，惊险又过紧张的气氛。第三阵上天宫，伫即摆联合做就当中，就是以展明模的考验，伫网络上得到乡亲的热烈回响。平常没有机会到内坛里面去看到这个歌仪的一个整个作业，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了我们那个道长，把这个歌仪这个仪式到户外来做一个表演，让我们在地能够了解到这个歌仪怎么去运作。正一个名模啊，出来代表这个模家，请咱这个观音大师普渡公的意思，安尼出来大慈大悲，要来救苦救难啊，所以讲在咱上天宫。这个科仪当中是属于咱南部的这道士哦，起来去建这个五条的清净啊，所以讲在咱的科仪当中，在今仔日咱伫外口要过来表演一个这个展面模，这仪式要让知影。第三阵百年来头一摆联合做招，各宫庙大部分拢以安良社土的酒店来尊重感谢这片土地，其中上具有特色的，会当讲是上天宫的五只米龙。我们向天宫的米龙跟其他庙宇不一样，是五爪，因为我们的主神是玄天上帝，那玄天上帝相传是玉皇大帝他的一个转世，先到那个紫薇大帝，然后再来那个化身为玄天上帝，他的一个神格达到那个层级，所以才可以做一个五爪的金龙。为了要办好这摆联合做一活动，我们全镇总动员对着石牌推动以及相关科仪发挥进行，更是相当慎重。整体规模会当讲是有史以来上届盛大一摆。记者王祖如采报道。